诸子自家格言：一粥一饭，当思来处不易；半师半侣，恒念勿力为奸。而未雨而绸缪，务临渴而掘井。自奉必须俭约，宴客切勿流连。各位，又是世故人情的时候，今次继续讲诸子自家格言。今次的文句呢，就是一粥一饭，当思来处不易；半师半侣，恒念勿力为奸。而未雨而绸缪，务临渴而掘井。自奉必须俭约，宴客切勿流连。一粥一饭，当思来处不易呢，是教训啲细路子侄要珍惜屋企有嘅粮食，唔好浪费，食饭要食晒佢，唔好跌咗啲嘢喺地下，亦唔好留咗啲饭粒或者系啲粥喺嗰啲饭碗嗰度，要一粒粒食晒，或者系用汤将佢哋送入肚。呢个咧系以前士大夫屋企或者系世家大族屋企揾嚟教子孙用嘅，无论系贫或者富咧，都不应该浪费粮食，因为粮食咧好难种出嚟。即使我哋喺今日机械耕作或者系化学肥料嘅时代咧，粮食都系珍贵嘅，因为土地有限，而且水源、气温呢啲嘢咧，亦唔系人可以控制，是靠堅持我們才有東西可以吃，所以都要珍惜的，多的就送給人，有的自己的要珍惜，不要浪費。所以就說當思來處不易。以前在通書裡面的諸子自家格言說到這一句，都會畫一個農民耕田，使到大家知道農民耕田辛苦，所以那些谷粒、糧食或者蔬菜、生禽肉食呢，都要珍惜，不要浪費。第二句，半師半侶，恆念勿力為奸，就是一些穿的衣服或者一針一線呢，都不要浪費，因為都是很難得到的。所謂勿力呢，就是那些東西我們要在自然界上將東西種出來或者再織成衣服呢，那個物力咧係難嘅，咁就中文有人力、物力兩樣嘢。人力係我哋出嚟去做事，物力咧係要大自然出力幫我哋提供啲資源、提供啲物料，我哋先可以有得食、有衫著。所以物力為奸咧，就係要珍惜大自然、天地賜俾我哋嘅物料，可以布啊、絲綢啊嗰啲咧、木器啊、竹器啊嗰啲，我哋都要珍惜。而未雨而绸缪，务临渴而掘井咧，就是未落雨之前咧，就好补好四周围流水的地方，就不是话落雨啦、打风啦，先至四处去张罗，因为到时都未必赶得及。平日做好佢好啲，临渴掘井咧，当然系唔可能啦，都会渴死嘅。个意思系夸张啲讲，我哋未口渴嘅时候就系掘好井，珍惜好水源，唔好等到咧口渴嗰阵先去掘井，掘得嚟都渴死啦。咁自奉必须俭约，宴客切勿流连咧。呢个细路仔未必知喎，呢个系大人教定啲细路仔听。第时长大之后咧，自己赚到钱或者自己继承家业，或者系出外做事有份粮或者有啲收益。自己買嘢俾自己咧，我哋叫做自奉；送嘢俾人叫送禮啊嘛。自奉咧都要儉約嘅，送禮咧就睇身份、睇輩份、睇時節，有時要厚一啲，有時係普普通通。但係自奉咧，根據朱伯勞先生講咧，係要儉約嘅，即係話食同埋著或者住嘅屋咧，都係盡量係慳儉，唔好用物質嚟到將我哋嘅性靈係拖垮咗，亦都唔好因為追逐嗰啲美食、锦衣华屋而令到自己贪财谋利，做啲非分之事，
最終咧玉沒子孫，亦都令到自己係名譽掃地，所以係要培養啲唔弱生活風格，係使到自己嘅性靈受污染，亦都唔會話咁容易敗壞家風。宴客切勿流連咧，就係請人飲啦，請人翻嚟屋企食飯，咁啊請客，請親戚咧。在古代是可以留宿的，因為回去未必有車船或者馬，夜晚宴客到八九點了，當然是留宿，第二天才走，夜晚走就危險了嘛。現在的環境就不同，現在的交通工具或者現在有電燈的照明，夜晚都可以回去，但當然不要到到是十一二點才叫客人和客回去，特別是女的客人是不方便或者略有危險。这个宴客切勿流连呢，是使到人哋在持家请客的时候呢，是知道什么时候是要告退，什么时候呢要将个宴会终结，大家在谈得好好，兴趣好浓，亦都是酒酣菜饱的时候呢，最好是送客，自己去人哋度作客呢，亦都是去到酒酣饭饱，倾偈亦都倾到兴致好好，大家都开始攰的时候呢，就告退，不要留得太久，留得太久一来是滋扰人家，二来呢是令到刚才开心的事或者是听得好的事呢，是去到没话题，去到是争拗，或者去到谈一些很玄妙各执己见的事，就会令到刚才那些谈趣，刚才好的交情呢就败坏了。宴客切勿流连呢，也都是我们要克己，要約制自己的慾望，亦都約制自己的歡樂，不要等到曲終人散、意興難散嗰陣咧，先至捨得走，咁樣咧就會係乘興而來，就敗興而返，第時再見就比較艱難㗎啦。